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了吧？你知道去哪吗？要等车上人员到齐，你才会收到发车指令和小屋地址哦。还有，现在请耐心等待与你同行的嘉宾或嘉宾们。还有人？哦。有两个人选他吗？确实，我去帮他拿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Hello，Hello。客厅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个三个人咋坐呢？去哪里？我帮你拿吧。哦，谢谢。跟你们一起吗？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走吧。有点尴尬，我们俩竟然赶一起了。他的第一个印象，他是很斯文的，然后是那种长腿先生的感觉啊。啊，你是上海人吗？对，温森上海人。我要找你。找你。他正好也是跟我是上海的老乡，那感觉一路上可以聊聊上海话啊，说说上海话啊什么的，嗯。会更加亲切一点，确实也搭。嗯，那你坐，我坐后面。如果我们一起坐后面，你会介意吗？不介意，可以。你先，你先，请。但女生们都好有礼貌，就这样子说，那我们一起坐后面，你介意吗？哎呀，但是老师也挺好的哈。